没有买团体票呢，你买一位名片试一下呢。来吊车来。啊，没学过了。这次人家坐你坐没关系啦。哦，好，好，谢谢。
得讲的吧？是在上上面的吧？我没有加哦，我没有。那应该到那边应该快，速度要快。到了，等一下嘛，就跑到那边，快到了，快哦。
4761，欢迎收到进站 Ori。不要弄色，弄这样哎呀！对啊，看电话条会准无？电话条啊，会啊，那也袂准，我袂准啊，我才讲笑呢。这是八公里离岛呀。你说没有人，满满了。刚从前一班就满，差不多满了。所以说你没有意外，今天礼拜六，好不好？普通十点半以后啦吼，啊，到普通没下一点。好强哦！
先两个了，挤不过，前后都 OK。你进来，我进来海哥。盖过恁内底嘞，那边就袂转去啊。袂转去啊，我用啊也是用来管的。这个交换是四天三夜。后摆再点这边五天三四夜。你好，对啊，先生讲的。伊讲甲恁少年讲啊，这都袂错啊。无啊，少年带带的，阿无带带的无吼，伊该叫个抗议。对哦。你看都在积少离多啊，都在离婚率不增高吗？听到同好啊，我讲一礼拜就话到半时间的啦，兴奋夫妻才受得了，对不对？
退休而已啊，对吧？没办法，随便你啊。哎，左边我一撞就保安搞一个嘞，人你叫人家不冤吗？你们可以检讨会嘞。站到了，活动要怎么搞啊？本次车将在活动站停留十分钟，交会带 B 列车，停留时间较长，请各位稍后。活动站到列车的等级所以是等
空应该是不用嘛，不太对对，我直接通过。280。这十分钟其实你应该冲过得了三吊岭才对。对啊，问题说等一下还有一班列车还要过，所以吊岭他就不让你开。因为我们台铁有双单线，它有时候不只是说看这一面，它有时候上行的也会有车子过来。线路会站到他那边，啊，不然我们这边到三吊岭，然后五分钟就过去了。对啊，应该跟后面不会。那，啊，吊渡员他有时候他列车考量，他就不让。所以这个是排点就这样子。对，应该是这样子。他排的时候已经有就已经考量到，再考量到说这边在这边待就是，所以说他不可能排到十分钟了。
但是因为我们要过人渡线，他、啊、等一下有一趟普悠门要过来，所以说他不放我们，所以说他可以让拖列车先开。那这样等于普悠门是有 delay 的，这样讲的话，应该是他这个点，我应该是不大会晚。普悠门因为我们调度员都会让那种车就尽量准点。七一六列车长，活动交会211，大约晚三分开车。那晚三分，那晚了三分，还要交会让普悠门211。所以说他这个就是因为整个时间他都赖牙都有跨过刷差在哪边交汇啊大概用多少时间一路没拿出来啊因为我们还要等那普悠马下来所以说这段时间他可以先开他可以先开就没差他没有差啊因为他三貂岭过他不会妨碍到我们啊对其实像我们开车哦你只是看到一个点但是他们总所他是整个看到整个面对就是说约控制台依然得我打他整个他那边大家都开往哪边有什么车要接近什么他都知道但是我们开车人就是说车长也是一样我们只是看到活动站而已但是调度员他是整看到整个没有列车整个速度的状况都不一样对因为普悠马太鲁的是我们台铁招牌车都尽量让它准点率高一点然后我等他用嘛，我就看他的用嘛。上个礼拜不是有还有新闻说列车误点有没有？啊，其实哦，那个分析下来就是旅客站的因素很小。我拿过主要是设备老旧，像捷光号它只有那个折叠两个门，一个车厢只有一个门。啊，对，一个嘛。那你上下车一定会慢。卡在。所以说，我们每次开那种车哦，我们其实我们司机也都跑得很快。问题说，一进站停就停好久。那你看高雄，你又没办法，时间到就开。对，因为一定要等人上下完。高雄十八站开起来，他只要一个站晚个三十秒，到台北就晚了多少？啊，所以说有时候像那种车没有办法准点这样子，啊，像我们区间车那个时候一个车厢三个嘛，那就上下就比较快，对，捷运通勤考量，所以早期的那个只有一个门的，所以说以前没有想到台铁哦，我是认为说车种一定要单纯化，不要搞得那么多，你就干脆自强号做跟电联车就好了，啊，你极光号、复兴号那个不要，那个已经三十几年。那个旅客坐起来他也害怕，因为我们那车上都贴着民国68年唐龙制造。啊，对啊对。要是你也会怕。哎，我现在坐这个车子已经三四十年了，那到底有没有安全性？是还好，因为三十几年，我以前的车是坐的比较有。啊，没有错，但是有的旅客他会怕啊。只是说你以后局里是要客车电头考量，还是全部都 EMU 的考量？各有利弊。我但是问台铁车种，这个口号已经简化已经很实际，啊，结果一直就没有办法做。就看下一批会不会照这个模式。只是问题是你 PP 才有运的，你要花东的台铁都不用嘛，再你等于 PP 一趟抵两趟以上。啊，其实你不要讲，因为我们台铁现在已经慢慢转型为台捷运化，啊，捷运化你长途旅客的话，我跟你讲，长途旅客现在是我们台。铁路局嘛，就是说花东线还比较好一点，像西部干线已经那个弱，强项已经没有了，已经被高铁拿走了。对对。啊，所以说你这边哦，你既然是已经说你也承认你已经捷运化了，那你就干脆就是说就用区间车来跑就好，而且哦，区间车跑的速度还比你那个捷运要快。对。啊，它上下是也快，但是我们的路级，我不想它是怎么相关？除非有了，看看下一代好像有类似城际列车的概念，用800去改之类的。对啊，它，啊，本来就是要这个样子，因为你八百这次数量满了，
300多辆嘛，然后应该可以慢慢把它抢光了，就是顺势可能就是不要，因为那个车厢真的老旧，然后上下车又慢。只是说问题，你800，它还是以通勤考量，你有些放坐的舒适度还是要，除非你要用800的架构或者怎么样，你要去改它的座位或者是。其实像车长他们讲，他们有时候一趟自强号从七堵开到高雄，其实他们发觉苗栗过后就没了。对啊，所以说你开那种车子，那个效益哦就变得不大。啊，你这样的话，你用800区间车来跑的话，其实那个效益还不会说，或者是你排点搭一些区间快的，对，人家你时间不用站暂停或者让你乘客坐的越挤。因为观光旅客也不大愿意坐，因为他几乎也是没在多停啊。其实时间算一算，其实跟区间车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因为火车这种东西就是两条线，区间车准点率还比较高。对啊，一上一下，因为你景观号玩了，后面也就跟着玩，啊，然后调度也不行，景观号抓下来，然后停的时间又久，旅客又哎，他又不高兴了，那这个车子怎么开？景观排点本来就开的比较久，我台北开到高雄，台北高雄要7个多小时，对，那种车谁会坐？那驾驶排那个班不就一天呢？哦，不会，一般不对，一般我们到彰化都会签，彰化会签，哎，彰化，然后再跑到，对，像我们一趟景观号好像换了3个司机，3个司机，车会到彰门城关，啊，像我们自强号也是一样啊，到彰化也是签，彰化欢迎的，不然你接再跑下去会违反劳基法，工时太长，哦，对，没办法，让补油嘛，他今天晚上，you
你好。哦，那个录取的，录取的拍摄的，石门三角。Thank you.
Thank you.
谢谢。现在人就那么多，我等一下下一班人更多。更多。我说人家拍那个片啊，近十分老街，哇，怎么样？都他们都在现场那里。我今天好，我跟你讲。Thank you.
是第一六机车长，万福请开车。老师七一六收到，万福开车，谢谢。
4716收到，菱角开车，谢谢。
三七。各位旅客，本次车的终点是